直播吧。8月14日日据记者王健报道，菲律宾篮协方面已经确认克拉克森将最终出战亚运会的比赛。此前据菲律宾媒体报道，克拉克森已获得允许参加亚运会，正在等待 NBA 正式许可。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男篮比赛，菲律宾与中国男篮和哈萨克斯坦同分 D 组。克拉克森上赛季代表湖人和骑士总共出战81场常规赛，场均 23.3 分钟，拿到 13.9 分、2.7 篮板、2.7 助攻，投篮命中率 45.1%， 三分球命中率 35.2%。 相关新闻链接。非没有克拉克森被允许参加亚运会，非篮协正等待 NBA 正式认可。